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今天晚上10点在 No Life 平台有我跟 A 老师的自定观众 PK 场的活动哦，记得来参加。那个输的话吗？没有，先指定。指定。那个齐尔凯撒路。齐尔凯撒路，齐尔。输的话，你仰卧起坐、福利挺身各10下。赢的呢？赢的你要什么？哇！确定啊？我不知道。赢的话，那你20下，然后我各10下，你各20下，我各10下，我各10下，你各5下。好好好。我是怕我做完10下，怕他们等太久，等2小时我没做完。我赢的话就是你做各5下哦。嗯嗯嗯，好。好。你打谁啊？你怎么那只？你是不是想输？不行啦，你根本会太有想输。哇，为什么会有人来我的下路啊？起风了。不用来，不用，拜托不要，我到现在都没有两等，我要哭了。不要跟我抢经验，哥哥，哥哥。拜拜，耶！哇，叫瞬移，快跑啊！看一下哦。他懂什么叫游走吗？他真的是把我所有的三支兵清光，然后才。别这样！你看我现在还没四等耶，你看我的钱，爱丽丝的钱比我多哎。别这样！我很不开心啊。穷村辅助，5-2都没问题。确定？所以这场输了就是你的错喽，因为你没有1-2。我就一直1-2，因为爱丽丝来，我现在也没有能力把他们拦住。没事。不，这是爱丽丝。不，我觉得你非常有事啊。没有，他钱比我多3000块，是整300块，傻爆眼呢！我觉得你非常有事哎。不要啦，不要再请我兵了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很有事啊。我想要帮他啦。嗯。我只想要他赶快死掉，我就可以一个人吃兵线。反正我跟你讲啦，你不用再在意你有多少钱啦，反正你就躺着赢就对了啦。我不想赢啊！没有啊，骗你，我只想要带人家飞。认真，认真。哦，终于，他要死了，拜拜。靠北啊！干！耶！爱丽丝杀人！操你妈！他滚啊！死！你拉哈嘞！操！Yeah. 我的心在滴血，你知道吗？头跟钱都给你了。不要滴血，不要滴血，你好。不要跟我啦！人家想要1-2不行了。你的上路。哎，有没有想过我上路的感受？快，兄弟，不要再追啦！有没有想过你上路塔的感受啊？别追啦！有想过你上路塔的感受？别追啦！你追着追着，我要跟你说撒尤娜娜啦！啊！好狂哦，这些队友。这前面对于齐尔来说，前面的这些战机啊，都只是在演戏，都是骗人的。他真正啊起飞的时候啊，大概是落在13等啊。走开啦！走开啦！烦死了！要死了啦！我为了救他，别吵！死掉了！我为了救这只爱丽丝，我死掉了！别激动！再也不会去管爱丽丝了。别激动，我也死了。你也死了？怎么一起死了？可能想跟你泡温泉吧。
出来，艾米莉，单挑啊！拍谁哈？我是有老狼的哈！哇哇哇哇！他惨死，为什么？他做的是模仿哎！你西亚利，大亚利。哎，你们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一句话，我就等你们一句。看来是非常的不行，毕竟是少打多。我刚马上下路清兵，然后他们打起来就回头。毕竟是少打多啊，最后一件要出那个了吧？混沌法杖。我钱终于高于暗地四五十块了，太开心了吧？不对，30块，看错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啊，这跟剧本写的不一样啊，老大。这个艾米莉也超那个超。这跟我剧本写的一模一样呢。哎、欸，往好处想，我比对面辅助有钱、這個啊。我觉得可以，他们吃的那个不用那个，你看，哎、欸、嘿，啊，小老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先杀艾米莉吧。哇，完了，少了一个我。拉掉，怎么还继续打？拉掉，拉掉。哇，这么。完了。凯撒要被那个，其实可以拉掉说，打太久啦，看到人就要直接拉掉。像如果你去偷四龙，看到人基本上你要直接去打那个人，要然后直接拉掉。我不会给他五连杀的，我要躲在塔里面。那这吃个龙就没意义。你们太执着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的是要精彩，是要反败，是要逆转。这一点点来说，我觉得闪电侠他说他可以一打二，有没有？马上秀掉一个，中路靠你了，撑住，那个兵线要清掉，兵线真的要清掉，靠你啦！我被秒掉了，别，我不想要做那个，哦哦，做伏地挺身加仰卧起坐各十下耶。好耶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场真的是因为经济太低，我打人我自己都没感觉。阿嬤，我是睡着啦。那你怎么没感觉？我真的是。你看一下奎伦叔叔。我真惨。没有，你真的看一下奎伦叔叔。这什么叔叔？我真的很生气。如果我一个人好好过的话，我们完全是可以杀人的。What？ 为什么他 MVP？ 我不要理他。加码啦！你如果我赢的话，就都不用做，打平。哪个观众把佑哥？我输的话就是各20个啦。好啦，来，要同个角色哦。好来，我玩一个我最厉害的，最会上头的。那个哦、时间限8分钟。好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要救我？啊，要救我？对对对，8分钟。哎呦哎呦哇哦！哎呦，斩杀呢？吼！哎呦哎呦！不要在那边给我那个哦！靠呗，为什么你打我那么痛啊？哎，想干什么东西？想坏坏。耶！吃补包？不能吃补包啦！有要死喽！耶！我才不管你呢！你以为你比我慢转，你就可以了吗？带什么闪现啊你？哇，连带闪现都不行哦！你还带斩杀？你当我不知道？快快！爽啦，耶！爽啦，你滚啦！不要推我塔，不可以推我的塔！没有这样子，走开哦！你才走开嘞！快被踢到起飞了，我很不爽啊！你玩烂，你赢我你就完蛋了。我不用跟你说，我不跟你骗。你莫搞我骗哦。
再转啊！哦，打不到啦！哦，还有被扛塔那么多下。就是要点你的塔、啊。哦哟，嘿。不能这样子，我在哪里？快点，我在干嘛？他把手机抢走，给你大发慈悲还你手机。哎、欸，没有人使用大绝招的啦。你这样使用绝招，你不要害我笑哦。你在干嘛啦？我才问你去哪里嘞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人给我偷吃补包，你又不给我偷吃包，你为什么要偷吃补包？你说，你跟我过来哦。好，我过去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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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玩烂了你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干嘛？你死了！我的塔！你出什么东西？密咒！哎！哇，好痛，好痛！哇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不要玩了，拜拜。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哎、欸，去哪？哎、欸。谁先开始声音？哎、啊，你怎么投降了啦？哎、欸，你干嘛投降？你很烦哎、欸，奇怪哎、欸！我要，我是 不小心一个太激动了拿进去。你干嘛投降？我想说，我输了啦！我整理好垃圾回来偷打一下。我输了啦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这根本就不算。二十个是不是？不喜欢。二十个对不对？不要，你不要做，你赢了，你不需要做。没有，我输了。输屁呀！投降哎、欸！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做。好，开始。这是滑滑的啦。开始啦，滑滑的。我可以往后一点，嗯，可是滑滑的跑色，好，把那个弄掉。你好，哦，好，好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下就够了。然后那个仰卧，仰卧起坐。可是刚才我输哎、欸。好，停，等等，我就等我再十个仰卧起坐，快点快点，仰卧起坐。好，开始。我手要放哪里？二这样，三四，肚子变小了哦，五四六七。OK， 到齐完成。Yes。好，赶快，赶快回来。